大家好，我是谢仲武律师。民众可能都以为洗钱不干我的事是电影里的戏，但事实上，如果台湾的洗钱防治工作做不好，变成了犯罪者的天堂，造成诈欺、贪污、吸金更加泛滥，也会丧失国际竞争力，甚至影响贸易金流的通畅。未来，请您支持洗钱防治措施，让金流透明，给世界好评。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。